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19号说，18号晚间，该州连续发生两起枪击警察事件，共造成一名枪手和一名警察死亡，另有三名警察受伤。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基西米市，当地两名警察18号晚接到报警，在抵达现场几分钟后遭到枪击，疑似被伏击，两名警察均受伤严重，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另一人情况危险。据悉，警方已逮捕了一名嫌疑人，这名嫌疑人将面临谋杀指控。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杰克逊维尔市，18号晚，两名警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后赶至现场，遭遇一名男子持大火力步枪袭击，一名警察双手被射伤，另一名警察被击中胃部，持枪男子在遭射伤后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。